安安，我是点轰。安安，我是暴风。今天的内容有点不一样，我们要来简单介绍我们的团队，还有回复网友们在这段期间所提出的需求以及疑难杂症。那至于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特别做这一集呢？因为必玩频道破万订阅啦。其实大家的回复我们都有很认真在看，也很感谢所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们，有你们的支持，我们才有动力推出更多的影片。哎，不过大家今天有没有发现多一个人？其实今天的破万订阅，我也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必玩的团队。很多人应该蛮好奇，我们怎么有办法一人身兼多职吧？对啊，跟便利商店员工一样，像个瑞士刀。对啊，在区块链的游戏世界中，还有像最近很夯的 Metaverse 元宇宙，研究起来真的是要花很多时间啊。重点是我们一定要给出经过查询验证的资讯才行，这种投资金融类的频道可不能随便乱讲话哦。没错，所以我身后有一组很强大的团队跟我一起研究，不管是区块链游戏啊、加密货币、元宇宙，还有很多其他相关区块链投资的项目，他们可以说是我的左膀右臂啊，没有他们也很难会有今天的必玩频道。嘿、hey, 我就是其中一个幕后人员啦，大家有觉得我声音有一点熟悉吗？其实我曾经有代班过一集，就是 Fear 那部啦。当时因为我们真的很努力，加上又研究的蛮累的，刚开始就必须产出日更影片，然后等候大大的喉咙跟身体就有点开始疼，我就只好硬干上场啦。现在想起来还是有点害羞。之后其实大家会有很多机会听到其他人的声音，然后也是借机很感谢幕后工作人员的辛劳啊。而且我们总要让我们点轰大大休息一下啊，花更多时间在提供给大家正确的赚钱钱资讯上。好，接下来我们陆陆续续会推出更多的系列影片，像是元宇宙议题啊、教学篇啊、趋势讨论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但是各位放心，不管今天是谁跟大家分享，一定都是我们必玩出品的品质保证啦。讲到这个，我们还是要呼吁，虽然团队真的是花时间去研究跟调查每一个项目的真实性，但还是希望大家不要过于依赖任何的频道或者投资建议哦。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判断能力。对啊，就像我们曾经有觉得不错的项目，结果后来直接给我恶性跑路啊。关于这点，我也是觉得对大家很抱歉。虽然无法去保证未来都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大家的支持下，我们还是会严格的审核各个项目的可靠性，尽力推荐好的项目，提醒坏的项目。讲到这个，就想到所谓的割韭菜。其实我们团队自己也是曾经被割过啦，才会成长到今天的样貌。大家都有过失败的经验，所以才会越来越好。我想这件事也是大家最在意的啦，那就是不管是谁都不想要当韭菜。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如何不被当韭菜呢？今天要跟各位说说拒当韭菜的三个步，只要你记住这三个步，就可以减少你被当韭菜割的机会哦。首先，拒当韭菜的第一步是什么？不要太相信我们。嘿、hey, 对，大家没听错，就是暴风说的那样，对于所有的建议就是参考就好。大家很相信我们，我也是觉得很高兴，但所有的投资都有风险，没有稳赚不赔的生意，面对所有的建议真的就只是建议而已，随时都要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因为老实说，很多资讯就算是真的，比如说 VC 团队啊、机制啊等等，但是最难的就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有些外表非常光鲜亮丽的项目，实际上项目方老早就想要收割一波了，这点就有点难避免。所以当大家有任何疑惑的时候，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哦，希望可以一起切磋成长。 OK， 那接下来拒当韭菜的第二步呢？不要执迷不悟的爱上项目。这个很容易发生在新手的身上，也许是那个区块链游戏本身的画风或者是题材太过吸引你了，或者是有其他的理由，甚至是你已经投了太多钱下去，这就会让你被蒙蔽了双眼。哦，是不是一种自己骗自己然后又晕船的感觉？对，这真的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一方面你可能越投越多，另外一方面你可能会舍不得退场收手。总之就是要理性一点啦。没错，那拒当韭菜的第三步是什么？独立思考，小心求证，不要跟单。对，跟单确实是懒人投资法，但也是风险很大的做法。无论你今天跟的对象是谁，像是爸爸、妈妈、女友、男友、隔壁邻居，他们都不会为你的投资结果去负责。最好的方式还是自己努力多做功课，可以多从市场、投资者、开发者的角度去思考今天的这个项目对于第三方来说的关联性是什么，并且以抓犯人的警觉性去审视每个项目。毕竟现在真的有太多诈骗项目了，尤其是 GameFi。 做好功课，查对资料，多方咨询，参考必玩，并且在自己的财务能力许可下上投资才是上上策哦。诶，刚刚是不是混入了什么？
还是要推广一下我们的频道啊。接下来进入问与答啦，我们有发现大家很在意 IDO 这件事情，有些观众朋友提出希望可以在项目的 IDO 前发片。首先呢，我很感谢这些信任我们的观众朋友，我相信大家都是希望听完我们的研究结果才去考虑要不要参加 IDO， 但其实这件事很抱歉，我们会尽量去做到，但是由于区块链这个世界真的非常捉摸不定啊，常常会突然 IDO， 或者是 IDO 的官方公布时间都是在两周甚至是一周以内，而且我们的幕后研究团队还有影片后制团队都需要一定的作业时间，所以我们基本上会尽力赶在 IDO 前完成，但有时候真的是时间太短啦，所以这部分请大家见谅，但回应各位的心意，我们团队决定在社群上先通知各位我们选定的游戏 IDO 的时刻，我们会选好比较优质的项目，在币玩官方的社群中通知给大家哦。可以在本频道的 YT 网志连接过去我们所有的社群，顺便按个赞追踪一下啦。不过如果要有解析再去参加 IDO， 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面面俱到咯。哦，或者是大家有更好的方式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到底都在哪里寻找要介绍的项目呢？基本上我们都是看外国的文献或者是快讯，通常会比台湾的资讯要快蛮多的哦。下一题，有没有免费进场的区块链游戏呢？这个部分好像很多人在询问，那我们会在影片下方的文字区会用 hashtag 的方式来做分类，之后也会陆陆续续的整理在官网，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由于点轰实在太夯了，大家都爱问有没有私群或者是 DC 聊天群勒。我们其实一直都很想要跟大家有更多的互动，不管是哪种群组或者是哪种方式，但是其实中间要考虑的太多了。除了目前团队的大家有很多的项目需要研究，怕大家太累外，也很担心说里面的聊天内容会不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导。不过呢，我们最近决定要开一个 Discord 频道啦，让大家可以在里面讨论，我们也会在上面跟大家一起互动哦。哎，讲到互动，我突然想到观众们常常在留言区推荐游戏，或者是想要请我们讲解，这个就帮大家问问点轰，为什么有些会上片，那有些又不会勒？通常我们会看项目本身值得投资的程度啦，或者是是否是奇怪的项目，所以大家的意见我们都有听到，也有去查询。如果是好的，我们就会进行规划上片，但是如果很令人不安心的，就不会特别录制咯。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你们所有提出来的项目我们都有去看过，也经过审慎团队的评估，毕竟你们的推荐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的。来，最后一题，关于钱包相关的教学。我们有发现好像不少新手，甚至是原本用惯中心化交易所的老手，一转到去中心化交易就会不傻傻，也被很多不同的公链搞得好乱啊。对啊，其实我们团队自己内部在最一刚开始也是超怕转钱转到不见的。接下来呢，我们会有一个系列是比较偏教学的，再来就是会在官网跟社群上陆续的提供教学，或者是在留言区回复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看紧荷包哦。其实我们的利益真的很单纯，就是发现了区块链的这块新大陆，想要分享给大家，对于元宇宙的未来也非常的有信心。另外也是真的很希望大家可以在看了我们的影片后都能钱包赚饱饱，然后对风险有一定的程度了解。没错，反正大家赚钱也是开心嘛，又不是我们直接发钱给大家。哎呦，讲到发钱哦，是不是该进入福利环节啦？而且今天还是平安夜嘞。没错，刚刚有没有在画面中看到一串数字呢？按赞、分享、订阅我们的频道或影片，截图以上的动作画面，还有私讯我们那串数字通关密语到我们的官方脸书，就可以获得惊喜礼物哦。我们会用抽奖的方式，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中奖后，欢迎回到本支影片留言报喜讯，也请知道通关密语的朋友，还有得到奖励的朋友，先帮我们币玩保密哦。我是暴风，我是点轰，祝大家圣诞快乐，我们下次见，拜拜。